花开花谢结主成，宽心且看月中贵。来，第十四首吼，音乐。来，第十四首吼，平林村。啊，之前先播几首。那是第三十八首吼，跟年轻车先飞之时。有啦。咱嘛其实是中上天啦，因为吼就是讲吼疫情的关系吼啊，所以吼咱花开花谢结子成，就是讲吼爱个。下半年吼，就是因为月中过到中秋，所以中秋了吼，咱的正咱的两党大家就是拢会真和气安尼吼。前半年较纷争吼，可是伫中秋了吼，咱的国运会真好，大家嘛拢会较好诶。所以卖甲烦恼吼，我相信吼，伫咱政府吼领导底下，即个伫中秋节过，咱的国家会较好诶吼。过来第二工商吼，工商就较无好，就是因为咱今年疫情的关系，疫情已经两三年啊，所以吼，咱的大家吼真正。百业萧条吼，所以唔过吼，伊这句签唔讲吼，叫大家久病且做宽心做吼，叫大家卖烦恼吼，嘛是伫中秋了吼，咱咧经济的烦恼，因为迄阵咧疫情已经远离啊，所以咱今年大家真希望疫情远离，工商也好，国运就是好。第三季吼，农贸即个甲疫情较无关系吼，所以今年的政策吼，这句是上上签吼，不管咱咧吼政策啦，还是讲吼即个市政生的吼。跳舞的吼，拢会真好吼，这是上上签吼，所以吼，这今年吼，咱的国家真有希望吼，大家卖甲恐慌吼，咱就听政府吼啊，啊来甲咱领导吼，咱的国运一定会真好安尼。关到好了吗？好。